逢佳节倍思亲，我们对上人的思念更殷切。初二回娘家，新加坡慈济志工透过云端连线回到心灵的故乡。我们慕亲慕爱，净化人心，我们如数欠数不间断，我们更心法读书会不间断。师徒之间啊，相隔的这么遥远，彼此都有那一份的想念啊。我知道大家都是很亲近，有距离的回不来，但是呢，线上日日都可以见师父，天天都可以闻法，心心念念成为众生，我念你，我们会生生世世得师父家。疫情带给人类接受大灾教育的机会，谨慎落实防疫工作，人人守规矩，就是对生活最好的保护。虽然天下因为疫情，全球人心惶惶，可是我们在台湾能这样的平安，平安有福不是偶然，一定有它的因缘。造福音啊，做好事，平安有福不是偶然，把握因缘做好事，人心调和，天下才能平安。但选黄梦金钟江波花莲报道。